Y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ermit， 今天会同大家咧开箱一支吉他，究竟系边支咧？呢支，呢支，会、哦、原来是呢支啊 ，James Day。James， 咁啊，多謝 Design Check 就借俾我哋咧嚟做一個開箱，一路都好想睇下究竟呢一支嘢咧係有啲咩用途，因為咧上網講過噶啦，佢咧可以咧連到電話嗰度，咁咧就可以彈啦。最強大功能咧就係一個自學咧學習功能，因為而家大家好多時都用手機 Apps 去學吉他噶嘛。咁啊上一代咩記唔記得咧？之前啊，我哋咧喺呢個啊 Polygon 咧有做過一個團購啊，就係買呢嚿嘢，咁所以特登咧係去咗咧。email 去美國咧，同嗰邊生產商咧去攞一個特別嘅 discount， 就買咗呢嚿嘢。咁啊，依嚿嘢咧就係可以練到撳，但係咧就彈唔到，亦都唔知道自己彈得啱唔啱喎。咁但係咧，依嚿據聞係 OK 嘅。咁啊，而家開箱睇下先。好，睇下先。第一出嚟呢度先 ，Just Play。有兩隻小卡紙包，我都唔睇嘅，插嘢嘅時候。好，咁啊，依啲就係啦，正式。條線啦，同其他人咁係有1、2、3、4、5個 flat 喺度嘅，咁跟住咧，睇下仲有冇咩配件先。睇下 ，OK，USB 嘅插電線，有個 James Stick 嘅 pick， 有條吉他帶嘅 ，OK， 好。咁啊，而家試下播落電話嗰度聽下。咁咧，你睇到咧嗰個圖咧嘅右上角咧會出現咗 James Stick 咧，咁我哋就已經搞掂咗啦。咁咧，我哋睇下啦。其實我哋彈每條線咧都會顯示出嚟嘅，咁咧我哋撳每一格都會顯示。咁呢個好啱初學者係咩咧？就係當我哋撳 cut 嘅時候咧，其實平時都唔知道自己撳得啱唔啱嘅。咁佢都話俾聽啱唔啱啦。佢話而家彈啦，第一撳咗一隻咧，仲要 cap one， 再撳一隻，係啦，會咧升高咗。咁呢個都係幾好咧，我彈，因為都幾貼心嘅，因為呢度其實係短啊嘛。咁如果你夾咗 cap one， 你點玩嘅？咁所以咧，其實都係一個幾好 jam 歌嘅嘢。呢支 jam stick 啦，整體嚟講嘅話咧，佢。算是真係好方便嘅，好細緻，顯示到你撳咩位啊，同埋彈邊條線，咁我覺得係都幾強勁嘅。咁換味十足嘅，因為咧佢可以教到你變成啊電吉他啊，變成其他唔同吉他嘅種類，而且仲可以 download 咧好多唔同嘅聲效啊。咁亦都咧有啲 effect 可以加落去。咁至於佢唔好嘅地方，我覺得係感應咧未做到好真實咯，都會有少少 delay 嘅。咁而且特別係掃法嘅時候咧，出嚟嘅時候咧個音質咧，我覺得就一般。咁啊，遲啲咧中間嘅時候咧，都會同大家去分析下咧佢嘅 hammer 啦、pull up 啦、slide 咧一啲特別嘅技巧，同埋咧當我哋咧彈一啲特別嘅歌嘅時候，佢做唔做到我哋需要嘅嘢，佢嘅界限喺邊度？咁有界限自然咧，都點樣可以玩到好聽？可唔可以出去 jam 歌同埋表演咧？呢支嘢咁，我會喺第二集咧再同大家講啊。順帶一提，呢支嘢咧，如果大家係想要去資訊點樣買嘅話咧，可以喺下邊有條 link 嘅，因為喺 Design Chicken 係有得賣嘅。9月21日之前咧 ，Polygon 咧係有個優惠可以平100蚊嘅，大家中意嘅話咧就可以攞呢個優惠啦。OK， 拜拜。